5月14日下午，人气男子团体防弹少年团因美国行程禁用人从国际机场出境，当天机场聚集了数百名粉丝，对映入口被堵得水泄不通。防弹少年团成员们穿着帅气亮相，进入机场之前更是一字排开供记者及粉丝拍照，相当有礼貌。因为粉丝人数众多，机场一度陷入混乱，所幸无人受伤，成员们的心情也未受影响。据悉，防弹少年团第三张正规专辑将于5月18日正式发行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